快，时间跟精力比较快，所以他留着会，所以跟他要这个会留着啊，因为我发现他来这样子的，至少在三号，他好像是他大概怎么弄的。那有些画的话，就是直接在这个本身的，你要用那个画，可能非常好出来。他画法那种，他说，然后不是整个在做表的那个做，有些东西他说对应的，他画非常快，必须按照组合成这样。这一边画，我看到一边画，画上去了，一样。不要问题，很轻松，再画一块来画。他表的东西就是你没谈画，不是，他是给我画出来的。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话，要决定他坐标好不好决定。其实他画法这些功能长得一模一样，他不会比你多画。怎么？他是有些画好像在做。你的形象是每个坐标，你看是每个地方的坐标，因为他每一按一下就知道坐标在哪边。你请放他这样画的话，我敢说要在上面直接画的。对啊，他本来在上面直接画的，可能说。不是啊，你没有，那没办法，这谁跟他赌？因为他武术也让他倒了。他是在上面一直挂上去的，我只要跟你讲，他是在上面一直挂上去的。因为我看到他们小姐在挂，因为我坐在后面嘛，我坐在后面，他们小姐很多人在挂，他是一块一块一直挂上去的。我跟他说，你要设计东西，他帮我挂，结果他是接在该接该接的，耐克跟那个怎么接的？所以他是一直挂上去，不是。画完一个纯粹让它装配起来，除非那个是架子，很简单，啊，底气底叉，这都啊，那当然简单了，你就把它画一个角啊，装就好了。它这设计上是直接上面是挂上去的。你说它坐标的时候怎么找出来？你说它怎么看很厉害？像几个间隙呢？就一个间隙，你会用力准备出来吗？像它上半年这个，你间隙。什么主题要建？他这他没有间隙啊。哎，吴伟，他说你帮间隙没帮他解决。那个盖子跟盖子盖起来中间有间隙啊，因为我以前没画过间隙啊，不知道这是他用的功能，因为我是，你一个盖子跟另外一个上盖跟下盖，旁边那个间隙啊，因为一般我们这个画直接就把它包的刚刚好。也他们盖间隙的话哦，是一定要刚好啊。然后组合的话哦，因为他像这样的方法，真的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用在用那个地方去帮他对开。你这其中有焊接吗？其实都焊接的。焊接，焊接，全部都。因为他们的做法是跟我们不一样，那几种组装有间隙的，那他们纯粹只用焊接，焊接的话是吧？他们设计边就不用一二的啊，三个三个在画。两个你现在画一个客房在看。坐标挺窄的哈，但是我们看刚刚坐标是几点要坐标？他们有坐标吗？这个是这样画出来的，这不用，这个它不是用，反正就是它在什么画出来的。